看来是我领先一步，不过蝶泳姿势你已经掌握得很好了，对自己要有信心。不早了，游完这圈我们就先回。啊？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啊，腿抽筋了。 现在呢？还等不等？嗯，那就好，我们赶紧上去吧。我抱你，来。哎，听话，你现在不能乱动。 刚离开水，可能会有点凉，稍微忍耐一下。啊，不是，我完全不累，呼吸急促，只是因为刚游完泳，没什么，别在意。还在害怕刚才的事吗？我听到你心跳很快。 别怕，已经没事了，休息一会儿就好。适当按摩也能帮助恢复，我稍微懂一点，要是不介意，好，我试试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好多了？嗯，有我在。 你什么都不用担心。给，你拿好。哦，红薯很热，小心别烫到。抱着它。 手应该会暖和点了。天气冷，就算是出门一小会儿，也要记得戴手套。或者，我随身给你备一副，你忘记也没关系。应该的，和我不用这么客气。嗯，还是冷吗？手给我。 果然很凉，而且都冻红了。来，握住我的手，放在我大衣口袋里，应该会舒服点。风是从后面吹来的，你站在我前面吧，不容易吹到。小心别感冒了。 可以再靠近我一些，靠在肩上。嗯，当然没问题。现在好些了吧？再坚持下，马上就能回车上了，哪里暖和？这不算什么，除了挡风，我还可以为你做更多。我会一直在身后守护着你。